我们来欢以最热烈掌声来欢迎魔都的黄大胖出场。废话不多说，其实我今天到这边来啊，是为大家表演一个很好看的魔术这样。好，我先让我解释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来到你看到你之后啊，就是人家知道我是魔术师之后，你知道大家最常问我哪些问题吗？我有做个扎比哦，大家最常问我两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说，哎，那个你会变魔术哦，那你能不能把主任变不见？太恐怖了！开玩笑，把主任干掉。我是黄吉轩，我是黄吉轩。开玩笑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大家都问很多。既然说你是魔术师啊，那你有办法把钱变出来？你说，哇靠，你们魔术师是万能的吗？告诉你哦，真的可以。我今天在这个非常特别的场合，是俺开的绝望年会，我就为大家表演一下，怎么样可以把钱变出来。好，那现场我要征求那个有位观众，能不能在现场借我1000块钱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刚刚算好了，其实我想找肖大夫上来帮我，那个肖大夫可以再来帮我一下吗？大家掌声鼓励给他一下。好，那看起来皮包好像比较大片。雷先生，觉得很猛，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来欢迎俺看到你最帅的医师肖苗才。哇！对，长得我都风采了，他变不见好了。开玩笑，变不见了。开玩笑，那个肖大夫，你在那边。好，但是现在重点就是说，好，你要先借我1000块，这样有1000块。好，刚刚拿出来了，我们看到这边有张1000块钱哦。大家看啊，我现在就是当着大家面，我现在这边只有一张，对不对？我把刚才变成2张，真的，就在大家面前。你不要把它扯了，我跟你讲。你不要撕掉了。没有。大家看啊，我做个神奇的事情，我现在把它对折一半，然后再对折一半。啊，我这下面1/4一个长条，我再做一件事情。看好啊。所以现在变成了大概几分之八，不是八分之一，有点不太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好这样子，我再把它对折一下，变这样，看好，看得很像一只那个鸟一样，这样来，肖大夫，你手伸过来，伸出来这样嘛，麻烦你这样，然后做个很舒服的动作，啊不是，啊，非常好，现在这样，你要把这1000块钱都把它放在手上，大家可以仔细看好，就放在这边。看好，手上都没有东西，两手都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我现在请你配合一下，就是你麦克风拿起来。我待会请你这样，我待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就要讲拎，可以吗？就是逆拎，可以吗？好，我待会这样子，要拎两次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现在正式来了，大家屏气凝神，仔细看。啊，一二，开始。拎。喂。我要请你帮我签个名，好不好？就是在上面签个名，签个小字就好了。嘿，签在那个右下角、左下角的位置。我家签名的目的是要证明说，现在全世界就是有这么一张钞票，是他签名的钞票。然后我没办法去做任何动作，没办法去仿冒或怎么样，对吧？哎，肖大夫，请你证明一下，说我们刚才应该没有那个串通跑之类的，都没有。没有，这个我就知道。哎，不要这样。送你就好，没关系。一方面是因为你今年的那个表现得太好，一方面是因为快没水，没关系。看好，我现在站在大家面前，看好，左手没有东西，右手没东西，看好啊。刚才张1000块只有一张在我手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把它对折一半，这下面的1/2，这是我好好把算的，再对折一半，变成了1/4。好，现在我再把对折一次哦。
所以现在变成了八分之一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念个神奇的咒语，咒语是这样子的：惊惊孙孙躲探急，拎破人到脚寒急。应该不是吹口气吗？吹口气念完了，到吹口气之后，魔术就这么神奇，在电光石火之间，一瞬间，一张蓝色的天幕瞬间变成了两张。谢谢大家。2000其实我这个也不是坏人啊，该给你借1000块就还1000块给你，好不好？再不能变1000。我昨天去挺好超市买一袋柠檬，刚好1000块钱，拿回家慢慢享用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以证明这袋柠檬，我真的有1000块钱价值，真的哦。我现在证明给你看，请问你身上带水果刀出门？现在出门连水果刀都不带，还有刀准备？对，哦，好，那现在请你帮我把放他的水果刀头的部分，不过你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头比较敏感一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说他，大家看哦，这边有，这边把水果刀，我现在在他面前把它这样把它切开。是啊，在他面把它先打开。我先把1000块钱打开，不要把柠檬打开。我靠！哇！真的很搞笑。我们现在大家不把这张钞票是大概怎么签名的那张1000块的钞票，全世界独一无二唯一的一张钞票。我相信如果他打开真的是那张钞票的话，全场应该会报以最热烈的掌声。你要不要先给我1000块？谢谢，帮他打开证明一下。我待会跟他说不是。谢谢，把他打开，谢谢，先把他开。我再问一下，请问乔大夫，这张钞票是上面有你签名跟那张1000块的钞票吗？没错。希望今天表演的魔术，谢谢。